承办海瓜子遇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虾子太小只，不要拉不下去。可是你知道它有虾，可是它真的拉不下去。请问各位钓友该怎么解决呢？跟着海瓜子来钓遍东台湾。大家好，我是海瓜子。那今天是来到东台湾的第二站花莲。那来到花莲就一定要来到花莲的和平星巴克来做朝圣哦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花莲他们星巴克的一个特景，结合太阳能板，那这个叫做和平花。这是一个大型户外的一个装置艺术，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园区里面呢，它一样有 7-11 还有星巴克，还有它的一个观光工厂。那这边的话还有很特别的哦，11点整点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水舞的表演。对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左边右边这边 7-11 哦，非常的大间，需要捕获的哦，记得要来这边捕获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星巴克，一定要来朝圣一下。那在左边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观光工厂，里面有一些在地的一些美食都可以在这边买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它的水舞表演吧。
今天海瓜子钓遍东台湾的第二天，来到花莲。那今天来到这一家虾老板钓虾场。那今天为什么会选这一家呢？因为我们柯董军团里面的小游，因为他是在地的花莲人，所以我们今天相约来这个地方来钓虾。那这个钓场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我也不知道状况怎么样。那我们就先进去看看，找小游之后我们再开始开钓咯。 Let's go。 好，我开好单了。今天只钓一个小时。今天杆子的话呢，今天杆子一样用雄幻，九恩幻93H。那浮标稳一点，浮标一样是用绿手座。OK， 那天平呢？天平是用卡式天平。OK， 是用这个巧克力。OK， 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巧克力虾饵来钓钓看，不知道今天钓况如何。今天呢，有跟我的小游一起来钓虾。我们从台北钓到花莲。对，因为小游他是花莲人，那今天刚好他回来，我们又就一起钓虾。OK， 那我们就一个小时，那我们就准备开钓吧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挑战一个小时来钓虾，看钓况如何。那这边的场子还蛮特别的，它的一个池子它是综合池。对，那这边虾体我刚刚看一下，虾体有大有小，最小的大概这么小，哇，最大的有这么大。跟小游在钓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93H 雄幻这一只，对于这种赛池的虾子拉起来，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虾子的重量。这只有重量，这只有重量，是正只。拉不下去，耶！打到雷打板。正吃。
可以让虾子喷起来，是很喷的。耶，这是小虾虾。是有一点冲力，冲力还是有。你在停住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种冲力。耶，正吃巧克力，感觉还蛮不错的。真的，虾子都在边边，而且是吃很饱哦。好，我们钓完啦。那今天一样是挑战一个小时，不知道钓几个。因为这边吃鱼，它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我会发现到真的还蛮轻的。那我们就来数虾子喽。好，十一只。然后今天的虾体，有些虾体也蛮大的。因为虾体其实有的还蛮大的，那小只的话，今天看到落差，落差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。看一下有没有更大只的。哦，这只是最大的，大风险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总共11只，总共1斤半，11只1斤半也其实还蛮不错的。这11只也有1斤半，那这个 size 我觉得很可以啊。因为一个小时来讲的话，其实你要摸清楚一些虾子的位置，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虾老板钓虾场，任务成功。那明天我会继续往台东，去找下一家的钓虾场。我们钓遍东台湾，今天到花莲场，任务完成。那我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做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